世子，世子很好，人长高了也懂事了，可值得上进了。好，上进就好。我们不在，有劳文大夫费心了。文中不敢当，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世子的进步全是他自己的努力。哦，对了，这次知道我要来。 还一直缠着要随我来看望主公和夫人的，叫他别来，告诉他是我说的。好好待在越国，跟文大夫学本事，便是孝敬父母了。你回去后，一定记着告诉他。还有，我们不在，文大夫岂不可娇惯了这孩子？ 主公，主公你，主公没罪，不该跑下越国，请身前来。文仲不是独自前来。 安置在太宰府上。凌玉的事情你知道了，西施来的不是时候。主公或许还不知道，就在我们来的路上，还险些丢了西施姑娘的性命。是伍子胥。 那你们又是如何脱险的？
范蠡不会有危险吧？范蠡的危险乃是因西施而起，所以臣现在担心的是西施该怎么办。你说，这件事儿伍子胥绝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何况他手上还握有吴王禁令，剥皮就是再向着咱们，也不敢对抗吴王禁令吧。 那就只有全身而退了。全身而退，恰恰证明我们心里有鬼，而伍子胥的判断是正确的了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不是我们想退能退得了的。那主公的意思，你要剥皮去对抗禁令。 他固然不敢，但如果抗命是为了更加显示他对大王的忠心，那恐怕就不一样了。还有，西施既然已经到了吴国，如果不跟大王见上一面，作为一直热心操办此事的伯嫔，会那么甘心吗？ 主公，容我再想想。明日一早就启程，带西施回越国去吧。大人这是没什么这事那事的，早点回去，大家平安。女人的事以后休要再提。大人所命，文仲无所不从。只是大人能否对在下说说其中原因，也让文仲。 却个明白。灵玉行刺大王之事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这个在下知道。可是大人不是也曾说要劝转大王？劝转？眼下什么情势？能劝得大王不拿你们君臣治罪，已经算是我对你们仁至义尽了。难道为了你们越国，还要我对大王公然抗命不成？请恕在下冒昧。 适才大人在宫里是不是听大王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也不便告诉你啊。你照我的吩咐去做就是了。文大夫不会连我的一番好意都不相信了吧？大人所命在我们病了。明日一早动身，一走了之就是了。可这件事并不因此做了个了结。 太宰仔细掂量一下，我们这一走，大人的一番苦心不仅再无告白之日，反而恰恰成了他人排挤你的把柄。人家会说，太宰大人倘若心中无鬼，为什么要急于将这个女人送走呢？我当然心中无鬼了，谁想说什么让他去说好了。我堂堂一个太宰，还怕了谁？大人在吴国。 除了大王，已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可是，恐怕还有一个人。文大夫，其实不用我说，你也明白，照大王的心胸，绝不会对你们如此的苛刻。都是因为伍子胥。 大人以为伍子胥所作所为都是冲着越国来的吗？什么意思？伍子胥功高盖主，目空一切。在吴国，现在也只有大人你能与他抗衡了。可是大人，恕在下直言，这种情形恐怕也持续不了多久。 说下去。大人与伍子胥之争，始自如何处置战败的越国，激化于吴国如何向外争霸。其实归根结底，这两件事如何结局，予以为他伍子胥并不在乎。他在乎什么？他在乎的是要借这两件事，在大王面前。
把你挤掉。你的意思他是冲我来的？当然。以伍子胥之能，不会看不出如今的越国已不能对吴国构成丝毫的威胁。不仅如此，越国的复兴还可以使吴国变得更加强大。既然这是大家都认可的道理，他为何还要一再抓住越国不放？他要是真恨勾践，一剑杀了岂不更简单？可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呀？解释只有一个，他不想。因为他不恨勾践，他与勾践没有私仇，他的目的是要堂而皇之、名正言顺地杀了勾践，灭掉越国。因为谁都知道，在吴国，你太宰大人才是越国的保护者。灭了越国，也就灭了大人你在吴国的威望，也就灭了大人你在大王心目中所拥有的信赖。大人想想吧，伍子胥所以不遗余力地算计越国，实际上他这是在算计谁呀？仅仅为了一个已经甘愿为从属的越国，值得他如此呕心沥血吗？那以你之见，我该如何应对呢？平心而论，若比为吴国效劳的资历，大人比伍子胥谁长？他来吴国有30年了，我不如他。若论为吴国立下的功绩，大人比伍子胥谁大？他有拥立先王之功，当今大王也是他力排众议扶上王位的，我不如他。还有，若比手中拥有的实权，在吴国百姓当中的威望，大人比伍子胥又如何呢？我不如他，我样样不如他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就直说。大人也不必自卑，其实你也并非样样不如他，不然他也不会把你看成唯一能与他抗衡的对手。那我哪一点比他强啊？你说说看。要论在大王宫廷里的声望，你比他伍子胥高；要比对大王的忠心，你比他伍子胥强。更重要的是，要说大王对谁最放心，在吴国，显然是没有人能与太宰相比。所言倒也中肯啊，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我该如何应对他的挑战呢？在下已经回答了太宰大人。回答？伍子胥虽是能臣，但做得太多了，就是包办吴国的事，他都包办了，还要大王干什么？说下去。功高盖主，其祸不远。大人只要保住你的优势，以静制动，即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保住优势。大王，这么多，去吧，把伯嚭叫来。禀大王，太宰大人已经告假了。怎么了？他病了吗？他只是家里……家里的事情比顾家的事情重要。这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顾家啊？讲。是。
下臣不敢隐瞒大王，下臣也只是听说太宰大人迷上了一个女人，迷得寝食俱废，万乎所以了。一个太宰迷上了一个女人，国事都不顾了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小人参见大王，小人这就去禀报太宰。不必禀报了，顾家自己去找他。你们俩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这是后院吗？啊，我们是来看太宰大人的。太宰大人有严令，任何人不得私入后院，没人告诉你们吗？我们是太宰的朋友，听说他病了，过来探望一下。太宰病了？你听谁说的？听宫里人说的。宫里人？你不是宫里人吧？啊，我不是。那我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啊，这事儿可不能让吴王知道。哦，吴王知道会怎么样？吴王知道了，那还有太宰什么事儿啊？是为那个女的吗？合着你都知道了，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呢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太宰大人因为一个女的病得不轻。太宰大人得的是相思病，眼下正在里面治病呢。啊，我去见见他啊。哎，太宰说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哎，大人可别说是我放你进去的。啊，我不说不说不说，我还是出去吧。太宰不是答应了？如何见吴王，由我来决定。这，我。西施姑娘，太宰可以去了。大王，臣实在是不知大王微服驾临，还说是为了孤家呢。臣这么做全是为了大王你啊。孤家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你为了一个女的卑躬屈膝，一点太宰的尊严你都不要，你这纯粹是为贪欲所迷啊。臣不是为了自己，臣是为了大王你在挽留他，还是为了孤家？难道你想让行刺之事再在宫里重演一次吗？大王，这西施不是灵玉，臣之所以敢冒大不韪抗命留他在此，臣是怕万一把他放走了，将来大王会遗憾终生啊。遗憾终生？不就是个女的吗？西施她不是个女人。不是女的是什么？她是上天借月人之手给大王送来的天女。嘿嘿，你这么一说，孤家还真倒想见识见识。大王要见当然可以，只是现在恐怕不行。大王若要见他，臣以为还是等到……太宰，你在发号施令吗？你糊涂了吧？臣没有糊涂。臣以为大王如此草率地见他，这有损于大王至尊的身份。况且臣也说了，以西施姑娘的品貌德行，大王可不能把她看作是一个普通的月女。够了够了够了，我的太宰大人啊，顾家看你真是病得不轻，一个月女竟然让你如此神魂颠倒，
相国大人的警示不是没有道理。这个越国对我吴国到底是忠心还是祸心？吴家还真得好好想一想啊。大王，请听臣再说一句。哎哎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听臣一句话，武相国他是别有用心的在挑拨，你就听臣一句话，你千万不能信他。你给我站住，从现在起你就给顾家站在此地，不许说话也不许动，等顾家收拾完西施再来处置你。我让你明白，让越人彻底明白，顾家不是好欺骗的。大王，站在此地不动。相国大人吩咐，请先生再安心的养几天伤。是端科大人转告你的吧？是，在下没有见到相国大人。端科先生说，相国大人入宫去了。老夫寻思着，这个范蠡呀，应该放他出去了。大人，你何以又改主意了？日前大王去了伯嚭的府上，见到西施了。见了。那大王是何态度？大人早说一声就好了。刚才范蠡还托陆贾来问，让在下给回绝了。哦，无妨，老夫主动去看他就是了。
你等等，怎么回事？下臣不知，兴许大王突然有什么急事。胡说，再急也不会急成这样。大王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？ 子金兄，你的伤，老兄挂念，已无大碍。怎么你还没走啊？太宰大人要我多留几日，在下也乐得从命。让你留下，是为了西施吧？你虽然在相府，外面的事却也无所不知啊。事情有进展吗？吴王已经见过西施姑娘。怎样？ 见过主公。啊，是你们俩。哎，主公，我来吧。你的伤怎么样？有劳主公挂念，都好了。好了。你可是替着别人舍命挡一剑，那剑是要命的，哪能快就好？你呀，且到一边歇歇吧。 相府已经歇够了，再不干干活，浑身都要长毛了。都来，你大概也知道了吧？文仲现在可是太宰府上的贵客，比起你在相府来，人家那可是……主公，我这是沾了西施姑娘的光。 西施姑娘，这是我们越国的福祉。上天垂悯，我们越国有福了。在相府里闷了这些天，不是被人家软禁了吧？主公猜得不差。 但是人家没说是软禁，就说是静心养伤罢了。现在软禁解除了，这一解一禁，可有什么名堂？名堂嘛，现在还看不出来。只是伍子胥的老谋深算，从灵玉那件事上，就已经让人深深体会了。 西施现就在太宰府上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算了，他的事有文仲安排就行。你们毕竟相识在先，你还救过他一命，还是去看看吧。主公，我在相府的这段日子里，西施姑娘有没有问起过什么？ 我倒是没听文仲说起过。啊，他来了，你问他吧。主公要问什么？主公想听听，你打算如何让西施姑娘入宫？我也正有个想法，要跟你们商量。你说，眼下的情形，按我的判断，入宫是不成问题。 我是想，主公能不能在西施入宫前将其认为义女？那样的话，对我们以后就十分有利了。伯嚭知道了吗？还没有。这事儿总要主公先认可，才好跟他说。
这事你怎么看？可行吗？恐怕还要问问西施姑娘的意思。如果她不答应，咱们觉得再好也没用。不会吧？这么做对她有益无害，她怎么会不答应啊？还是先问问，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办法不是没有，但究竟用哪种办法，成要是大王的态度而定。孤家的态度？孤家的态度你不清楚啊？你这个太宰是怎么当的？大王息怒，大王的态度澄清楚了，臣这就回去，明天一早就把西施送进宫来。明天一早？这么快？急大王所急，乃臣尽职尽忠之根本，只要大王满意，臣纵有千难万难也要克服他。千难万难是你的事情，孤家不管。孤家只想知道西施这一关你怎么过，说出来我听听。既然大王已经有了态度，臣会尽力去说服他。你说的可是明天早上？你的时间只有今天一晚上。那也不怕，万一不能说服他，臣就干脆给他来个一不做二不休，臣就是捆也要把他捆进宫来。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办法？你这是胡扯。在你的府上，你极力阻挠孤家去见西施，说什么这样降低了吴国的尊严，啊，有失孤家的身份。你现在又以尽忠尽职之名把西施捆进宫来，你这就不怕损孤家的尊严？你这个太宰是怎么当的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大王明鉴，臣安的就是尽职尽忠之心，别无他意。大王若是不喜欢这个办法，臣倒是还有一个办法。你说。臣的第二个办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大，把它当成国之大事来办，这样既不失大王之尊严，又给了西施面子，可谓两全其美。说下去。臣以为西施既为越国贡献而来，不如索性就让勾践认西施做了义女，如此西施就有了公主的身份，再让越国以嫁女之礼敬献西施，大王则以国礼受之，以此表示对越国的宽宥。这样，越国以敬献西施为始，表示从此一心一意尊吴国为长，为大王马首是瞻。大王则以此为由，表示从此不再视越国为敌，吴越两国从此即为姻亲，为友邦，为兄弟。若如此，你就给了越国，给了西施姑娘一份天大的赠礼呀！你的宽宥仁德，不仅会征服越国百姓之心，更将赢得西施姑娘的青睐。同时，你的威望也将在诸侯列国中得以大大的提升。大王，这可就不仅仅是两全其美了。你这么一说，可不是一般的大事儿。你得容孤家好好想想。臣伯嚭携进使觐见大王。赵鞅奉禁军之使拜见大王。大王万寿无疆。有劳贵使数度奔波。大王许嫁公主，两国喜联姻亲，实为晋国之大幸，吴国之大幸。臣能为毕君和大王效此犬马之劳，也是为臣之大幸。些许辛苦，
又何足为道？这是毕君给大王的礼单，请大王笑纳。哈，好，敬谢禁军。孤家已经备下了薄酒，为贵使接风洗尘，请吧。这点活我来干，宫里来人请呢，你快去。这点活也得劳动马爷，你给我留着，我回来干。哎呀，你快去快去吧。大王宴请晋国使节，要你作陪，请跟我来。高见遵命。勾践参见太宰大人。起来吧。你怎么穿成这样去赴大王的盛宴啊？勾践不是故意要这样，太宰大人见谅，这已经是勾践最好的一生了。上车吧，跟我来。是吧，看看合生不合生。太宰大人如此厚约，勾践怎么担当得起？我还是这样的好。大王答应把公主嫁给晋国太子，这是正式云婚后款待晋使的国宴。出席国宴哪能这样的穿戴啊？再怎么说你也还是一国之君嘛。太宰大人，折杀勾践了，勾践在吴国只是个奴隶。能出席大王的盛宴，这奴隶也不是一般的奴隶啊。啊，大王为什么叫你陪宴，你应该明白吧。勾践愚钝，全凭太宰大人指点迷津。勾践，你总不说真心话，叫我如何帮你啊？大人见谅，勾践也不是没有想法，但大王的心思，勾践岂敢妄夺？这就我们两个人，你说就是了。勾践认为，大王叫下臣去陪宴，应该是有考察勾践的意思在里面。这就对了嘛。我还要告诉你，西施以公主的身份入嫁之事，我看大王已经是默准了。勾践，这对你来说可是赢得大王宽宥的最好时机，你可要把握住啊。勾践明白，
我越国凡事尚得多多仰仗太宰大人。赶紧更衣吧，别让大王等着了。臣这杯酒祝晋吴两国世世交好，永为盟友，祝大王万寿无疆。哎，老臣祝晋国国君福寿无疆，晋国社稷永固永享。臣薄嚭这杯酒祝两国公主太子相亲相爱，永结同心。哎，大王在上，越国罪臣勾践，今日本无资格在此祝酒，然蒙大王高恩厚德，不计深究，即陪臣之荣与文国之重礼，后代如遇辅心，臣感激之情无以言表。天地虽阔，无以比大王之襟怀；江海虽深，无以容大王之厚恩。千言万语化作一句：臣勾践，今祝大王驰骋四方，所向披靡，万邦归心，永志牛耳。